讲完一个最新的大陆的水族馆，再讲一个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水族馆之一，商用的，那就是上海浦东的水族馆。上海海洋水族馆位于浦东陆家嘴核心地区，是上海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全馆共分为中国区、南美洲区、澳洲区、非洲区、东南亚区、冷水区、南极区、海岸区、深海区，共九个主题展示区，每一个展区都有其特色的鱼类。跟着方老师的脚步，我们准备去探险咯。那大概在1997年还是98年的时候就开始盖了，所以它是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水族馆发展中间走得比较早的。但是在后面的2000年以后啊，水族馆有很多的变化，就像我们第一堂课讲，所以浦东水族馆其实也跟着在变。那它整个的，因为它整个就是在一个上海有限的土地中间，浦东有限土地中间，有限的建筑物中间改变，那非常有意思。它就像是一个在传统资源中求变化的水族馆。那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样变动。10年以来，水族馆或者博物馆在跟小朋友的这种教学活动上面，它用这种互动型的设计哈，也是他们比较流行的手法之一。那它也有所谓的触摸池，就像跟乔治亚水族馆一样，或者跟以后我们看到的 Scripps 加州大学的 Birch Aquarium 一样，它有很多的触摸池。不过这个地方很好玩哈，上海水族馆呢，它除了它前面是做一些鲨鱼，后面有做一些小型的这个展示哈。我以前在讲金鲨的时候有讲过说，大部分的鲨鱼其实是用卵孵化的，但是也有卵胎生的，他就把这种自己孵化的用卵孵化的鲨鱼啊，放在这边给人家做一些比较近靠近的展示。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展示，应该是娃娃鱼，应该是娃娃鱼。那在娃娃鱼后面摆这个竹子可能就还好，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它娃娃鱼生产的地方的山上面是不是竹林，因为在中国嘛，如果是的话当然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因为娃娃鱼是非常特殊的鱼种，它只有生活在特定的区域，整个中国大陆特定的区域里面，那它后面排的这些植物就应该要是娃娃鱼生存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植物的复制。它有一个水草缸，其实在这么多全世界这么多的水族馆或者海洋世界里面，我是非常少数看到有以水草为主来展示的缸。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事情，因为丰富的水草缸啊，其实是非常美丽的展示，而且对水族生命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像这样子一个水草缸的展示出来，它比较像艺术造景，比较像插花。在自然的生态环境中间呢，各种各样的水草它不会像这样子，像我们坐在一个水缸里面。所以如何去展示诠释和传达这个一个水族馆里面的知识性的功能啊，其实是有它的深度的，它不是你怎么想做就可以做的。但是我非常称许在水族馆里面能够做更多的植物性水生植物的展示。这是它里面的海底隧道，在那么早之前，就是在大概10几年以前，上海水族馆能够做到海底隧道做成这样子，算是已经不错的。你看看它水底隧道里面的一些景观。刚刚讲它在做各个不同的大洋或者各个不同的大的陆地的上面的这个海洋以及水生生态的情况。
这是一个蛮好玩的设计，它就在一个水缸里面有一个电梯可以走下去，他希望创造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他特别的设计哈，这个设计是日本八景岛哈，我记得是八景岛水族馆的一个设计。那很多的水族馆的设计要创新不容易啊，那也有一些珊瑚礁鱼类的展示，这个是很传统的水族馆，很典型的插花式的展示，就是它不是照珊瑚礁的生态系来展示，而是像我们在家里面插盆花哈，高山的杜鹃，水边的这个百合或者什么地方，它都花园的玫瑰花都可以插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很美丽啊，但是其实是有它的知识上的限制。但是他们有对这个鱼本身有做一些说明。上海浦东水族馆是一个从本来非常旧的老的一个设计里面一路往前走，虽然走的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肯定的一个观点。